这也堵车。堵城的，北京是堵城啊，这里也堵。哦哦。哦哦哦。哎，好爽的。哦哦哦哦。在大埔海湾公园都有，不过自己揸自己。嗯，咩？呢度系历史啊嘛，嗰度系新起啊嘛。呢个人地方嚟嘅，鲜有嘅。哇！神经病啊！干嘛？都，他喝了一些东西了。哦，没看见你。这是什么？炸酱，炸酱面，还快餐店。
你拉了没？西瓜啊，拿一片来吃好吗？北大张了。怎么？前个北京都有生产呀？是啊。因为。你们这儿来自香港还是台湾？香港是、啊。这里好多是有历史的，那就是老胡同啊。好，老胡同，胡同，胡同啊，胡同。胡同。我听得在广东话，在广东话是胡。我自己听得懂，用不着你来翻译啊。哦。这是。很大吗？这里有一些民居。你说的对。都是小道啊。难道你想把这些车开上公路走吗？不是啊，只能开一辆。这是单线行车路吧？这些也双线的话撞的，车尾人好像有点电动车，快了一点。顺了好多了，这里。宽了很多了，你看。哦，哦。这里是城吗？省城好吧。这咪省城嚟噶？我猜是。好似唔系，系一间大啲嘅屋。看起来是城。前面那辆车切线了，不行了，这是中国，这是中国耶，打灯，不用打灯了。
知道为什么是二十八分钟，他为什么三十？目的核心嘛，小心点啊！核心灯人相关商人，蛛王不离不弃，这个前方超超技术。天主教？什么？这里啊，总部吧。快很多了。是什么？那个像佛教的？啊？哇哇！哎呀！哎呀！点解连电商都要有都要有翻啲 Chinese culture？ 这是中国。好，还有就是不同，更重要的是这里是北京，对，前发学校，哇。好多辆车哦，我们四十多人吧，需要二十多辆车，所以一排长龙啊，不是广东的那个长龙啊，长龙欢乐水上乐园，我好像我好我好想去吧，对呀、啊。很贵的那里，你们家很有钱啊？没有啊，只去过一次而已，跟你们去吧。啊？有吗？有有，零几年的时候。哦，那个时候，对呀、啊，2009还是2008，不是了，再找一次。你们要不要参观国王府？后面说美女说要参观一下。想想大约到这儿来了就是参观一下。啊，对呀、啊。大哥就行了，这全身证没事。大哥，你玩谁？来，大哥给你全身证啊。哦、啊，小一的时候，我小一的时候，你小一的时候，我记得是中一还是中二？有吗？广州两天游，其中一天是吃茶。那是有去吗？那个是印象人的，里面其实有水池让你抓鱼而已啊。抓鱼？不是啊，不是自由行啊。两天游。很热闹，很热闹，超多人。光是坐车也出汗的。手干面。啊？没看见吗 ？OK。OK。不打炮，我报销。好热。
老北京，这是什么来的？哎，公王府。这里是马路了，这里普通马路了，普通马路了，这里。在这里和这啊，在走一五同北四大街还能走出来？对啊，他们是这是车比较小啊，擦身而过，擦身而过。很大了，这是儿童的世界，也是驾车给我滚滚回去。都是用自行车啊，自行车比较方便。在北京，摩托车，北海北站。臭豆腐。北海北。长沙的臭豆腐。很有名的，哎，很快的，可是刹车起来很难的。开始的量2亿，什么国销？卤肉酸奶？那你又来爆土哎！有学校来生的，这里到处都是酸奶呀。好了，回到这里了。前走。哎。下了吗？行了，咱们结束了，可以下车了。好，钱。好，谢谢。